发生这个事情当然是很不幸啊，但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现在几乎这个这些坏的分子他们已经好像没有东西，抢不到东西了，抢手表，因为他通常抢手表，因为手表是贴身物，很难拔，嗯，除非把手切掉，要不然很难拔的，很难拔，他一定要把它打昏的，就是让他失去任何一个这个反弹的力量还是怎么样，所以他敲他的头，这个一看这个动作，他就是要抢手表的动作，因为抢包包很快，抢包包用拉，剪刀一剪就跑了，嗯。然后还有我们看到就是说他在停车场的时候他的车头已经凸出来了，车头凸出来的话呢基本上他就是这个车头凸出来，所以他驾驶座他才能看得到谁有东西可以抢。那我想这个当然这个发生这个事情很遗憾，那个受害者也是非常的就是说非常的这个受伤也是非常非常严重，这个非常遗憾。但是我想这个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有几部车子就是说开车跑掉是干嘛，我们可能有一个就是说一个反思，就是说为什么同样就在那区里面，你看这个 Costco 好事多几乎是没有发生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嗯，韩国超市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嗯，那为什么就是说会挑就是说这个权益就华裔的超市，当然这个华裔的超市可能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有一个就是说至少门选血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一个情况，如果今天是在 Costco 的一个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很多这些主流人士会把这部车子跟这两个人把它围住，对，所以他们不敢在那个地方做这个事情，嗯，那当然了，这个警察这个还有治安保安这个超市的保安刚好那个地方刚好他可能是一个空档还是怎么样，没有看到，这个也是一个我想也许也是一个问题，嗯，然后我在看这整个就是说我想因为现在这个实在犯坏的分子实在太多了，那警察的警力又有限，嗯，跑来跑去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地理位置跑来跑去，这个警察也就是说警力有限的一个因素，我想最重要就是说自己本身要加强就是说自身的这个戒备啊，就是说要很警觉性的，就是说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家庭就是把买菜就是说周末买菜当成一个家人的一个活动，嗯，就高高兴兴的，那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我想可能就是说以后大家就是必须要非常的警戒跟戒备这个买菜的这个动作。当然我想我还是呼吁，就像我们市里面有很多就是说有几个小区他们自己的 neighborhood watch， 就是民团民房，嗯，我觉得民房也很重要，以后可能是不是就是说有民房就是说像超市除了他雇佣保安之外，是不是就是说会有就是说 volunteer 的这个民房，就是说大家守望相助的一个技能，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跑到超市，就是华裔超市去的话，我想这个是变成就是说一个自救。那有些人他们在问说那政府在干什么呢，那政府其实没有办法，因为其实现在的这些法律有很多这些坏的分子，他不是关在监狱里面，他是在外面在流窜的，太多，对对，警察管不住，实在是管不住。那你经费又有限，经费的有限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整个就是说，纵观这个一个情况，嗯，看看是不是年底大选，年底选举是不是能够有一些新的法案，能够改变一些东西，或者一些新的人士能够改变一些事情，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